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第十三章《铁血板荡》。秦军骑兵的基本阵型仍是白起开创的三旗阵，一个百夫长率三十三个三旗锥，便是一个威力巨大的独立搏杀群。而匈奴骑兵则仍然是千百年几乎不变的原始野战之法，部族军为最大群落。 之外，基本各自搏杀，百夫长、千夫长乃至万军大将，一旦陷入混战，立即无法控制全军。因此，饶是匈奴骑兵众多，还是被秦军一块块撕裂，一块块吞噬。更有一点，匈奴骑兵白日尚未真正搏杀，便遭重创。南来大军人与马，十之六七都有轻伤，不是胳膊腿伤痛无力。 便是某处疼痛难忍，虽说愤然搏杀中忘乎所以，吃力处毕竟依然吃力。往往不是战刀砍杀致色，便是战马转动不灵。与未经搏杀的帝国生力军相比，几个回合力尽下风。秦军更有一长，这便是兵器。匈奴是胡人弯刀，秦军是阔身长剑，形制各有所长。秦军兵器优势在材质优良。 在制造精细，其实中原冶炼技术比匈奴高出许多。秦军铁剑，却以掺有各种合金成分的轻铁锻铸，其硬度、弹性均大于胡人弯刀。战场千军万马大搏杀，刀剑互砍，往往多于真正杀人的一击。而一旦互砍，比拼的首先是兵器的硬度与弹性。硬度不够，容易缺口，甚或被砍断。 弹性不够，则容易折断。秦军兵器制作之精严，堪称天下无双。一口长剑至少可保一战不毁，而且秦军骑士还以军法规定，每人一长一短两口剑，一张弓，以防万一兵器有失。匈奴毕竟铁料铜料相对稀缺，战刀大多是人手一口，但有闪失便无可替换。凡此等等对比之下。 不到一个时辰，匈奴骑兵群便渐渐显出了劣势，而天色也已经渐渐显出了晨曦。正在此时，西北方向杀声大起，一股黑色洪流如怒潮破岸，汹涌直逼匈奴骑兵群中央的头曼单于大旗。匈奴大军立见混乱，一片呼喝声大起，纷纷大叫单于退兵。这支生力军。 正是扶苏的五万精锐飞骑。白日大战之际，扶苏所部隐藏在北河北岸的河谷地带，一得匈奴人回撤消息，扶苏立即率部在夜色中从西北大迂回向东北急进。扶苏很熟悉阴山大草原地理，本意是要在中途截杀正在南进的头曼单于。不料赶赴阴山中部草原之时。 头曼单于已经与北撤主力汇合，扶苏部便隐匿在了一片山地之后，欲待匈奴人分部北归时，专一咬定头曼单于。堪堪等得小半个时辰，却闻杀声大起，匈奴军全部反身杀回了南部草原。扶苏深知，秦军战力正在最旺盛时期，必能顶住匈奴冲杀，不必急于从后追杀。 故有意后于匈奴军大半个时辰方才南进，所以如此在于扶苏要留下堵截追杀头曼单于的必要距离。对于飞云流动的大规模骑兵群，贴得太近，往往容易使其在混乱中脱身。然则，扶苏又不能使头曼单于真正成为匈奴骑兵群的轴心，必须在要害时刻搅乱匈奴人的轴心。 急至尾追到南部草原战场，晨曦中，眼见匈奴军显出了混乱，扶苏立即决议趁势一击，迫使匈奴人真正溃退。事故，已发动冲杀，扶苏部便全力冲向已经能清楚看见大旗的头曼单于的护卫飞起。头曼单于正在混战拼杀中思谋是否退兵，突见一支生力军从侧后大举杀来。 又见自家人马乱纷纷吼叫，已经生出畏惧之心，立即喝令退兵。大草原之上，面临同样飞骑的敌手，一旦退兵，便得放马飞驰，否则会被敌军紧紧咬住追杀，有可能全军覆灭；而一旦放马逃命，则必然漫山遍野，阵型大乱，根本不能整体呼应。此时的匈奴群。 正好遭遇了这种骑兵作战最为狼狈的境况，兵败如山倒，遍野大逃亡。秦军飞起则根本不需要主将军令，立即聚成了一股股黑色洪流，遥遥从两翼展开包抄追杀。扶苏的五万飞骑冲杀在最前端，分成五股大肆展开，左右两翼各一万，圈定单于部，不使其遍野流散。 中央两路则如巨大的铁钳张开，死死咬定那只大骑马队追杀不放；另有一万骑士则左右前后策应，随时支援各方。此时正逢秋阳升起，漫天朝雾之下，草原苍苍，人马茫茫，黑色秦军如风暴席卷阴山，白色匈奴则如被撕碎的云团漫天飘飞，身不由己。 如此数十万骑兵群的大规模追杀，在整个草原战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此时，可以听听历史的声音。《史记·蒙恬列传》云：“是时，蒙恬威震匈奴。”《盐铁论·伐公云：“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失射，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汉书·匈奴传》云： 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汉书·韩安国传》云：“蒙恬为秦亲胡，辟数千里，匈奴不敢印马于河，至风燧，然后赶牧马。”这是公元前二百一十五年初秋的故事。深秋时节，嬴政皇帝在遍野欢呼中抵达阴山草原。此时，三十万秦军已经全部越过了河南地。 在北河之外的连绵山地，筑成了新的基地大营。一个多月的大追杀，匈奴诸部族残余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自北海以南数千里，没有了胡马踪迹。狼居胥山的匈奴单于亭也只有仓促逃走所留下的一道道越冬火墙的废墟了。九原云中雁门带郡的牧民们欢天喜地的大举北上。 全然不顾深秋衰草，一反时令的，在阴山南北处处扎下帐篷，燃起了昼夜不息的篝火，歌舞、赛马、摔跤等等庆贺狂欢，连篇累牍不一而足。农人、商旅也欣欣然北上，漫游在传说中的阴山大草原之上，品味一番天似穹庐，笼罩四野的神韵，徜徉在牧人狂欢的海洋里。那一日。 闻得皇帝陛下要亲临阴山，整个大草原骤然欢腾了起来，万岁呼喊声闻于天，所有商旅马队的酒都卖得一干二净了。秦军营地更是前所未有的振奋欢腾，嬴政皇帝带来了百余车御酒，举行了盛大的犒军典礼，史无前例的，每个百人队赏赐了三坛御酒，在历来大军犒赏中。 王酒至于士兵，大多都是象征性的。能千人对得一坛王酒，祸水而饮，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即或当年灭赵那样的庆贺，也同样是千人一坛王酒。今日皇帝千里北上，竟能使百人而得三坛御酒，其赏赐规格显然大大高于灭国大战。将士们的惊喜，情不自禁的爆发了。 入夜，犒军大典，三十万将士人手一支火把，在大草原连绵排开，直如漫天星辰。云车上的蒙恬高呼一声“分酒”，片刻之间，每人面前的大陶碗里居然都有了八九成满的一碗真正的御酒。对于士兵们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巨大荣耀。烈烈火把之下，所有的将士都举着陶碗。 泪水盈眶了，随着蒙恬的又一声高呼，将士们全体举碗痛饮，而后骤然爆发了一声震荡整个阴山草原的“皇帝万岁”的呐喊，四野民众随之齐声呐喊，“皇帝万岁”的声浪铺天盖地的弥漫了整个大草原。声浪渐渐平息之后，嬴政皇帝的声音在高高云车上回荡起来。 将士们，臣民们，朕今靠军，赏格高于灭国大战。因由何在？只在一处：歼灭六国者，平定华夏内争也；驱逐匈奴者，平定华夏外患也。生存危亡，外患之危大于内争之危。华夏文明要万世千秋，便得深彻根除外患。 否则，华夏族群便有灭顶之灾，华夏族群便永远不得安宁。唯其如此，大秦非但要驱除匈奴于千里之外，还要修一道长城，将外患永远的隔离华夏文明之外。修长城，整个阴山草原都在震荡。皇帝万岁，长城万岁，万千军民。 都在呐喊，那一夜的景象，长久的烙印在了边地民众的记忆里。多年以后，西汉初立，而匈奴再度南下，纷纷南逃的阴山牧民们，每每想起秦时的辉煌与荣耀，无一人不是万般感慨。还是人家老秦厉害，杀匈奴如猛虎驱羊，就连烤军酒也是三十万人一声吼。始皇帝一说修长城。 市群市民都嗷嗷叫，老秦了得也。次日，嬴政皇帝在幕府北西听取了蒙恬、扶苏、先圣张邯四人的军情禀报。扶苏很为没有捕获头曼单于而愧悔，向皇帝自行处罚。嬴政皇帝看了看急于为扶苏辩解的蒙恬三人，破例的摆摆手，呵呵笑道：“算了算了，功过相抵，朕要处罚。” 只怕我要费牛劲也。蒙恬三人不禁一起笑了起来。归总军情之后，君臣议定了五件大事：第一件，明年再次追杀匈奴，彻底平定阴山以北；第二件，立即筹划修建长城，以为永久屏障；第三件，实设边地郡县，将北河与阴山边地统一设县管辖；第四件，向北河。 迁徙数十万成军人口，一则修长城，二则仿效南海郡秦军长久定居戍边。后来迁徙北河的数十万成军人口定居北边，振幅千里，称为先秦之地。第五件，加紧修筑救援直道，以保障粮秣输送。主事已定，嬴政皇帝在当夜与蒙恬密谈了许久。嬴政皇帝。 先告知蒙恬，两位老将军的葬礼都以国丧大礼举行了。王翦葬于美原山原，蒙武葬于北坂山原，都是他亲自护陵下葬的。蒙毅也日夜跟随着忙碌。蒙恬眼含泪光，默默地对皇帝深深一躬，不再就父亲丧事说一句话了。蒙恬清楚知道，皇帝必然有更为要紧的大事要说。 蓦然一震，嬴政皇帝对蒙恬说起了一件意事。在蒙恬北上之后，他想看看大丧之际的咸阳民情。一日晚上，带着四名卫士出了皇城，走进了咸阳街市，后来又出了咸阳东门，漫步到了兰池宫外，便在宫外那段林荫大道的阴影中，突然窜出几名剑术极高的刺客。那夜，他没有带剑。 若非一步滑倒跌入树后，那飞来两箭定然刺中要害了。四名卫士飞步赶来，那几名刺客却死战不退。若非用了弓箭，四名卫士未必杀得了几名刺客。纵然如此，两名卫士还是战死了。当夜，咸阳令立即在关中大肆搜捕捉拿刺客余党，分明是疑犯多多。一连大索二十日。 却一个也没有捕获。有此等事，蒙恬大师惊愕。此次之险，过于荆轲行刺。荆轲一支匕首，此次五七口长剑。剑锋淬毒，正是。蓝池宫靠近上商坊，必是山东六国老氏族所为。大体不差。嬴政皇帝点头道。 叫人疑惑者是，当年荆轲行刺，秘密预谋何计久也？如何，山东老师族夜已失国，竟能在短短十日内，筹划的如此缜密之行刺？更有要害处，蒙恬见识极快。刺客，何以能如此准确的得知陛下行踪？嬴政皇帝默然了。 望着幕府外隐隐游动的甲士，望着甲士身后蓝幽幽的夜空，嬴政皇帝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蒙恬正欲开口，皇帝摆了摆手，低声道：“还有一件更大的黑幕。”蒙恬蓦然一惊，顿时打住了冲到口边的话语。嬴政皇帝说：“扶苏与张苍的南下密查，解开了一道。” 叫人惊心动魄的黑幕。傅苏没来得及禀报，北上了。郑国与张苍深觉此事重大，还是在蓝池刺客事件之后，全盘秘密奏报了。皇帝缓缓地说着，脸色从未有过的阴沉可怕。及至说完，素来镇静从容的蒙恬，连手心也出汗了。此乃国本之危，陛下，可有对策？ 你且先说，何以应对？老氏族害国害民，必得放开手脚，大力整肃。是也，是也。嬴政皇帝缓缓点头，缓缓说着：“显而易见，我等君臣，既往还是将山东六国老氏族小觑了。朕没有料到，六国老氏族能有如此险恶之密谋。” 能有如此举世之实力，败族之虫，死而不僵也。更有甚者，朕没有料到，老氏族竟能搜刮自家老封地民众之田产。其狠其黑，莫此为甚。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不立锥之地。朕一想起张苍的这句话，每每都是心惊肉跳。 蒙恬兄，复辟势力向老秦人宣战了。陛下，再打他一场定国之战，舍此无他途。说得好，立国之后，再打他一场定国之战。君臣两人的笑声回荡在穹庐般的幕府，回荡在大草原金色的黎明。 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第十三章《铁血板荡》之二：惊蛰大朝，嬴政皇帝向复辟暗朝宣战。多雪的冬天，大咸阳分外的寒冷。宏大的帝国都城始终笼罩着一层肃杀的宁静，没有任何政令诏书颁发，没有任何礼仪庆典举行。 甚或连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的迎冬大礼都没有了；隆冬时节躲避极易的庇护醒复令也没有官府宣示了。总归是，举凡都城国人最为熟悉，甚至已经化成了城市习俗一部分的一切寻常动静都没有了，似乎整个皇城、整个官府都告消失。 帝国回到了远古之势一般，然则越是静谧，越是无事，国人越是不安。勤政勤奋多事，果然如此沉寂，岂非大大的不合常理？人皆同心，一律也就如纷纷然雪花一般，在市井巷闾间，在酒肆商铺间，在学馆势力间飘散开来。 反复往来，渐渐的也就聚成了几种议论主流。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